大家好，我小钢炮，今天到山上采了好多种野菜呀、啊，咱们今天来做一桌子野菜啊。先来一个香椿煎蛋啊，把这个先焯一水，舀一锅。野菜慢慢的要过季了啊，所以现在该吃的就多吃一点，不然没得吃了。这个香椿焯一水它就变绿色了，现在又变成黄色了。这是正宗的土鸡蛋了，绿壳的。这个是香椿鸡蛋饼，然后这个是苦刺芽炒蛋，还有一个鱼腥草。蕨菜，这个是我们叫鸭脚板啊。尝一下这个香椿鸡蛋饼啊，香哦。不，你觉得现在好吃点哇？你们放心的。妈妈怎么吃？刚这个说错了，这个是鱼腥草的叶子啊，不是鱼腥草。鱼腥草是下面那一节，这个是上面那一节。这是比较嫩的。可以了，一桌子的野菜啊、哦！这个，你吃了。这个是腊肉啊，肥肥的，但是这个肥而不腻的。这么大块肥肉，只要两口啊！很香的。你拿这么吃啊？那娃子儿子弄菜油没得，没啥，没好久没吃蕨菜了，还得想吃啊。开始腊肉啊。